哦，你开台了。对啊，有没有妈妈动作很快 ？YouTube 啊，没有看到。Both，是企鹅，是一只胖企鹅。也没有很胖啦，就企鹅。这里是胖哪里的呀？企鹅，还行啊，是企鹅。什么？这里是哪里？就是看不出来这个是在哪一个。就是那个啊。穿的那个吧，可能是吧，因为我对冰原的地图没有世界那么熟，世界那真是大到。我也没世界熟啊，我跟世界也不熟。你跟谁熟？你告诉我。我跟喵喵全熟，马屋，他是不是现在已经完全中毒了？马刚想屋。你的活动度是没有动啊。对啊，我前几天有打，Zero。你的我 MR 的围这巾打完了，啊，MR 不够打围巾，你记错的话，然后我的什么打完了，什么我的企鹅拿完了。哦，对，企鹅可以先抓，然后，怎么讲？确认赛有些是之前的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打哎。然后，矿山要17也不行。没事啊，我觉得我们见招拆招，就顺着打下去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也可，你指的顺着打下去是指，帮他把主线过完。就应该是说现在可以打的任务先打，顺便练，活我要动的练嘛，手啊，可感。以。对对对，那如果觉得好像手感练一练，然后东西好像差不多起来了，可以再打主线的话，我们再打主线。对啊，那我们先打一个最可爱的东西。啊？什么？我们没有讲开场白。啊，抱歉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番茄 Ori，今天我们回到《魔物猎人世界》冰原，让我们欢迎兔子，嗨。还有我们的喜德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你知道我刚刚宕掉，因为我平常在讲为的什么？是阿瑶他们，然后我突然想，不对，今天不是阿宕瑶，机，今天不是，完宕了，机，完了，完了，一今讲天错是就，谁？哦，你是谁？是在哪里？谁？我在哪？我怎么在这里？肚子有玩那个食物鱼吗？没有吧？有啊，你也有？要玩食有啊，玩食物不要玩食物。没事，没事的，要玩正食常。物。我有玩，你有玩，我有玩，我抽到八仙，会过海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去查的时候，有人说很好，但我不知道好不好，没事。所以到底好不好，其实我还不错。实质稿。妈妈难了吗？啊，在他还哪不能里？解，吧？确认一下按吧。诶，刚好，他刚好可以打。我去集会看一下哦。第一次可以看动啊。画吧。诶，如果是17的话，一、二、三。全场安静。我们要来看一下动画，什么动画？那个庆典的话，他要进去喽。好的。
结束。我觉得他也太中式了吧，月华亭。非常中式啊！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来旁边猴子那里，还吃包子。吃包子？没错。OK。笔记签到，恭喜达成每日签到任务。您怎么回来了？你刚刚不是应该被我转走了吗？旗袍姐姐，哦哦哦哦，这个角度，哎呦，嗯，这个大腿，嗯，哎，这个很难调哎，哦，这个背，嗯哼。欢迎你在开车，但我没证据。这样看起来屁股好大、啊。想知道我在说什么？自己去看那个有缺团员吗？目前你们两位觉得有缺团员吗？他们两位是大，是我的大腿。哦，我不是。什么东西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，随意啊，都可以啊，反正开心开心游玩的阶段啊。那就我把那个打在上面喽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可以啊，反正随意游玩啊，开心玩就好。嘟嘟嘟嘟嘟。看自己啊，你想加的话就欢迎加，可是你可以给我一点时间吗？我要整理一下东西。就得。那就给我一分钟，我好了。给我一首歌的时间，超久，唱，嗯，唱那个什么 K 歌情人吗？还是什么13分钟、12分钟？不行，太长了。我唯一可以提供的就是我静静的看着你装逼。那、啊、可以，好，你唱。现在，对，對啊、那现在，我要去找歌。完。靠北，不对啊，多利怎么会出现？你怎么？哎，多利之前就有那个，玩的我没什么印象。路过哈、啊，如果多利之后可以关注这一台，那时候再贴的那个哈利波特外挂，他会那个，如果可以特别关注。对麦克哈利波特，这里的国。在阿富汗，我就静静的看着你装逼，从来都不会打断你。你又有钱，又帅气，又是你是我的父亲，我就静静的看着你装逼，从来都没人比过你。嗯，你能喵天蹦出来了，喵地空气，啊、那不就冷？你妈的好怕你。没关系啊，就买，我觉得我们就采取一个先抢先赢的概念。完了。你看过枪？然后先一个棘手简单的可爱活动吗？是的。好，那这个很可爱，而且纪念性很不错，因为这是新年的时候出的。他现在才给我们。三个私生子在巴基斯坦，几个老婆在阿富汗，我就静静的看着你装逼，从来都不会打断你。你又有钱又帅气，认识你是我的福气，我就静静的看着你装逼，从来都没人比过你。你能喵天喵地又喵空气，你爸你妈都害怕你。我就轻轻地看着你装逼，小兰说他路过，从来都不会打断你。你又有钱又帅气，认识你是我的福气，我就轻轻地看着你装逼，从来都没人比过你。你能喵天喵地又喵空气，你爸你妈都害怕你。这是卤东坡肉吗？
好的，我达成任务的。是。那下一首《写信爱情故事》。不是吧？等一下，不是说一首吗？没有说一首而已啊。如果接下来的五分钟都没有人有抖内你的话，我就唱。你不，你抖内不算。为什么？来人啊！来人啊！来人啊！救救我！来人啊！五分钟从现在开始，3:42，兔子抖不算。来人啊！抖一下呀！那我们就48分，对不对？48分，那就要开始唱《写信爱情故事》。对对，我们就48分再开始抖。不行，我不记得歌词了。你五分钟时间可以准备。来人啊，抖一下、啊！好像没有人要救你。你要不要先下来看他、啊？他非常的可爱。我们台不鼓励抖内，对。不是、啊，抖一下是会死，是不是 ？Let's kill this love。啊，棒棒棒棒棒。有人觉得他很可爱啊？他好小只哦！心念活动超可爱的。他很痛哦，他很痛哦。我总是要以防万一吧，我还是要先找歌啊。哦，有道理，可以啊。哦，妈妈。为什么？他很痛，非常的痛。他虽然，他按错了。哇！笑笑死。Ken。笑死！那个瞬间，刚刚我没带他转身。为什么我没有？哎呦，你要用吗？好，你用，你用，你用。你要什么意思？哎，小屁啊！哎，歪掉，歪掉，歪掉。他没有，他那个太矮，他没有没有掉下来。对，没事，他耐力比较高一点，他没有掉下来，没有撞地板，角度也歪掉啊，因为他那里是斜坡判定。对啊。如果不是斜坡的话，应该就撞到。哎，不要按到那个。他比我想象中还要痛超多的，我觉得好可怕。他很痛。干嘛？因为体型而那个吗？不是，他之前也没有那么痛啊。没有啊，特别任务总是要特别一点嘛、啊。而且他好像是小金哦。他是小金，他固定小金，对，很可爱、啊。是小金哦，妈妈。你现在在讲已经太晚了，我气死了。我刚刚没有，我一开始就跟你讲说他很痛，我一开始就跟你讲说他很痛哦，他很痛。我觉得你的痛没有表达出他真的很痛的那种感觉。我还说什么？我们比较轻描淡写的讲这个、啊。上车，我的星座旗，我的星座旗。你太轻描淡写了。我的星座旗，看看。他的模组，我的手是一个空空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空会啊，超好笑。要下来了，好好好，是我可以打他的时候了。对，说。妈的，这是你高阶猫猫了，你这该死家伙！他这么过分。啊，再去捡东西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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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嘿嘿，我看你的血超恐怖的、啊。好笑，觉得超恐怖的。对不起，我这一场变得来水了，没有太大。我也没想过会那么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以为。我觉得很好笑。他比我想象中还要痛哎、欸。我看一下你是不是有什么有。你这东西还没有上来吗？不对啊，你这样子是你现在差不多的阶段了，差不多啦。都是正常的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没差没差，是这样。很容易洗呢，这个是没办法。他打我都已经感觉他很痛了。他打你已经很痛了。我刚刚已经毛了。你看你毛了、欸
你刚刚那一场有吃猫饭吗？吃吗？我一开场就死了。吃了。然后我看一下，体力只有一，体力增强一哦，记得补下。之后啊，下一场的时候。啊，我等一下去那个啊，我等一下睡底下。哦，你要给他体力增强。对啊，可以啊，体力要补啊。对啊。能，我超铜棍的伤害也没有到很高啊。第一颗好像第一颗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因为前面破两次，前面那个是那个啦，就是转化，转化，对，掉的，这只是掉不同的东西，自然掉落跟飞翔爪那是不同的，飞翔爪是尖锐齿，然后自然掉落是粘着齿，粘着，对，所以现在一颗，好，第二颗。就是第二颗又把它打掉了。水哇，你们都没有用水吗？没有，我喜欢睡啊。起来了啦，我喜欢被睡，那我多睡一下。你喜欢被睡啊？有点痛，再补一个。筋斗云，看这一集很适合剪精华，可是我觉得会很累。你会想要看精华吗？想看精华高潮了，等下一发。我们在一个死就结束啦。不太呀，没有啊，还有七次啊。哎，对了，他是九猫，抱歉，啊、忘记他的。不用，他的这个给比较多啊。太习惯了，因为他特别的痛。是呢。嗯。哎、欸，他在玩筋斗云。哎。啊。叫我起床，快叫我起床啊！不啊，我跟你一起死。大爆 kill 啊！我要去叫他，然后结果我要收刀前被撞了一下。三点四十八分，五分钟之内没有人，没有人抖内，你要唱了。我 fuck， 我觉得你的观众是不是很讨厌我？你知道现在的观众只有自己了吗？我们观看次数只有四人。哦，在哪里？你以为我开台会有多少人啊？下来，哎、欸，成功。我没有觉得说你开台会有很多人很多，但是我想说应该还是会有，就是你知道一两个，然后会出现，然后会抖歌。没有没有，我满没有没有，抖内不了。抖内不了。你看，欢迎订阅，然后没有，然后他就会跟你讲说欢迎订阅，欢迎那个什么小旗店。订阅其实也可以，小旗店也 OK 的。你知道没有？我觉得兔肉。不是，我觉得兔子没有先讲。我刚刚讲兔肉，我觉得兔子没有先讲。没有没有，我的岛内是盖瓜，不行，再给他一分钟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没讲清楚，不行。你自己没有讲清楚，他的意思是说，你就算抖一个小旗点也算。对，不用解释了。我的抖没有，可是 donation 这一个字就是没有没有，你没讲清楚。赞助啊，所以你没有讲清楚。以番茄这里为主，你没讲清楚。猫，笑死了！猫，啊，猫。